只与命运相伴，新的篇章与你开启，在同个世界同一片天空下相遇。怎么样，刺激吧？没想到你开车技术还不错嘛。那必须的。哎，等毕业了我考个驾照，买辆真车带你环游世界去。好啊，你说的话我记住了，不许反悔。绝不反悔，我连钱没啥本事，就是说话算数。把演唱会办下去。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那刚给你熬的姜汤。谢谢。刚才不是淋雨了吗？怕你感冒了。谁这么晚了给我发短信啊？苏贝贝要自杀啊。赶紧报警吧，来不及了，救人要紧。贝贝，你别过来。贝贝，你冷静一点，你把刀放下。贝贝，你冷静一点，你别做傻事。你可以跟我们或者老师说啊，答应过帮你的。滚。医务室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接下来的事交给老师和警察了，你俩不要再逞强了，看看多危险。另外这几天不要再沾水了。好的，老师，谢谢你。给我看看，没事吧？你疼不疼啊？我没事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又犯病了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他的病情一直反反复复的，我觉得肯定有什么东西在刺激着他。只有咱们协助心理医生找到他病情的源头，否则他还会反复发作。自从我来到这儿，我总感觉很多事情都很奇怪，就像是被什么东西操控了一样。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啊？
知道。好啦，明天我会去调查的。那你要带上我和林杰啊，人多好办事儿。这几天我在和苏贝贝有关的人中排除掉了一些，剩下上面这五个都是和苏贝贝有着密切接触的人。现在我们要分头行动，把信息整合起来，然后逐一排查，找到引发苏贝贝心理问题的关键原因。行动吧。你是不是又做了什么对不起贝贝的事情了？我跟他分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，他怎么了？苏贝贝又犯病了，情况不太好。那我去看看他。刘宇，你就别去了，他那边有心理医生在给他治疗了，你去的话可能会刺激到他。我们这次来是想问问你，苏贝贝最近有没有见什么可疑的人。我跟他分手后就没联系过，而且我去他宿舍楼下找了几次，他也不见我。不过我听他室友说，他最近这段时间喜欢上天涯，好像跟一个叫什么捕星者的人聊过天。捕星者？喂，林杰，你快上天涯论坛找一个叫捕星者的 ID， 快！我爱林一桐。哎，有人暗恋你？无聊，别管了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倒是想问问，到底谁这么无聊？这身材有点眼熟呀！我去。这不是张宇博宿舍里的小胖吗？你确定？太确定了。放眼整个京北，这身材找不出第二个人了。这个小胖子，最好别让我碰到。不过，他不是张宇博室友吗？怎么能干出这事儿？哎呀，算了，先不管这个了。怎么样了？捕星者专门找大学里的小姑娘聊天，具体目的不明确。你们看接下来这个，这是他跟苏贝贝聊天记录，句句都在刺激苏贝贝，说什么刘宇跟苏贝贝分手以后迅速找到了女朋友，还说他俩之前就好上了。哎，这不是在挑拨离间吗？这个苏贝贝也太可怜了，被这个捕星者耍团团转啊。既然这个捕星者下手的对象都是你大学生，那咱们就设个局，把他给引出来。那谁来做这个诱饵呢？总不能我和小九去以身试险吧？那怎么行？哎，交给我。你？嗯。你这种情况很麻烦啊。你总想打人骂人，你这有暴力倾向啊。对，你一受刺激就翻脸，你这让我们很为难啊。你这样，你记着，除了我们俩，不管谁跟你说什么你都别信，知道吗？
缠着我，我该怎么办？只要你和我见面，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，要钱还是要女朋友？你不愿意吗？你是不是害怕郑宇博，不敢和我见面？哥几个，补心者答应跟我见面了，让我去会会他。哎，你就算了吧。如果补心者是咱们学校的，他肯定能认出你。不是，那之前怎么就行，现在就不行？之前是晚上，乌漆抹黑的，是个长头发都会被认成是女的。现在是白天，就你，哼，还男扮女装，别说补心者了，连老师都被你吓跑了。我说张一博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？哎呀，好了，别争了，我去吧。不行，我稍微打扮一下，他们认不出我的。你和张宇博在后面掩护我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哎，我也想去。你就别去了，等我们消息。嗯，走吧。听话。你来了，补心者是吧？你有本事就以真面目示人，躲在背后玩阴的有什么劲？你也觉得我很丑是吗？没有啊。补心者说的没错，你们这些女孩，表面上看起来善良可人，其实内心坏得很。你不是补心者，那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要为你们的行为所付出代价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他不是补心者。不是补心者？真正的补心者在哪？小九，小九。小九，认真去那边。啊，小九，小九，我等了那么久，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小九，小胖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不用找了，你不是想知道补心者是谁吗？我就是补心者。你说什么呢？开什么玩笑呀？没想到吧？你们费尽心机找的补心者，一直就在你们身边。苏贝贝，你不会不认识吧？真是你！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那是在救他。可他现在病情又复发了呀！这是我的心理治疗方式，你们这些门外汉根本就不懂。张宇博那个笨蛋，他更不懂。但是他现在拿着刀要杀人，就是你的治疗结果吗？说了你不懂，不同的人治疗的方式是不一样的。你别再找借口了，收手吧。小胖，你是一个聪明人，不要再错下去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就像以前那样，好吗？不好，
从小就没人觉得我好，连我爸妈都没说。全世界的人都觉得我很傻、很蠢、很笨。到现在为止，只有你夸过我。其实别人都是和我一样的，都能看到你的优点。小乔，我只在乎你觉得我好就行。我啊，小乔，我问你，如果没有张伟博，你会做我女朋友吗？如果我现在让你做我女朋友，你会答应我吗？啊，小波，你是一个很好的人，但是我们之间更适合做朋友。知道了，你被张伟博洗脑了，你必须要离开他，不然他会毁了你的。小九，我不信你对我没有感觉，不然一开始你为什么对我那么好？我对你的好只是同学之间的，如果别人需要我帮助，我也会这么做。小胖，你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，和我们说，我们大家都会来帮助你。你骗我！你们全都骗我！张雨博，你什么都有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跟我抢小九呢？难道我给你的教训还不够吗？刹车片没了。刹车片没了。是你。之前张雨博受伤都是你搞的鬼，张雨博对你那么好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呀？还不是因为你杀了他。小九，我为你付出那么多，我你必须要跟我在一起，跟我在一起。放开我张雨博。我发大爱你。我偷拍是吧？快把一同的照片放网上！我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公然下场！放开我！就是他，快送到保卫处！哇！你们都要完蛋了，都要完蛋了，一切都要毁了！既然张宇博失踪跟小胖没有关系，那究竟还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呀？刚把苏贝贝给治好，你不会得了嗜睡症也要去看医生吧？胡说八道。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没有。是不是太闷了？要不然咱们出去走走吧。累死了，累死了！快坐下休息休息。他俩去哪儿了？出去溜达了呗。战绩怎么样啊？别提了，我跑遍了全市最繁华的地段，这票啊，愣是没卖完。如果有种更便捷的方式，让大家能够知道我们要开演唱会就好了。哎，
你这倒是提醒了我，在我们的年代有专门卖票的 APP， 我有张票啊，我愣是抢了三个大爷没抢着。哎，你们过来看。喏，就这个。这能行吗？必须行。哇，这个戒指好漂亮啊，哥哥，我用这个泡泡机跟你交换。嗯，好的，我拿走了。有人订票了。真的，连着你他。那只能麻烦二位去送票了。啊，还要送票？你们这个年代又没有快递。那不然怎么办？只能你们去送了。啊，地址给我。这个。拜拜。哦，在这儿行，咱们二十。哎，你看。你画的什么呀？现在还不能让你看。你觉得我们会分开吗？会不会分开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的是我不会主动离开。如果有一天咱们俩真的被动分开了，我有他呀，他会带我找到你的。
你干嘛一直盯着我？有吗？我没有啊。你是不是喜欢我？有那么明显吗？情况。你干嘛呀你？燕姐，我最近总是有种不祥的预感。小胖那件事不是完美解决了吗？是啊，那件事是完美解决了，但是我最近总是做一个同样的梦，我梦见图书馆地震了。地震？我不记得九九年有地震呀。你这就神经太紧张了啊。别胡思乱想了。哎呀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我怎么跟你说呢？你还记得文件上说图书馆重建这件事吗？我记得呀，但具体因为什么我记不太清了。所以图书馆重建，张宇博失踪，你不觉得这两者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？而且1999年马上就要过去了，我们得赶紧想办法回去啊。对对对，咱们找老张，必须有手稿才能回去。走，快快快。小雪，连杰干嘛去了？怎么还不回来？不知道啊，我总觉得他俩最近神神秘秘的，不会有什么事儿吧？一彤，你干嘛去了？我现在在办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我来不及跟你解释了。老张，手稿用一下。怎么了？我和他得回去一趟，等我们回来再跟你解释。出来，我想跟你谈谈。的记忆，封存在漫画里，心无悔。